经这一个小道门。心上红，相信自在心，不用计算的，拜祭红相，今日便会信心哦。五十万岁，然后呢，拜祭国泰流流啊，也不是国泰流流，哦吼。不是国泰流流，那安尼就是骄阳普天下。这些专有乱教记下来，也不是这样的人当中的啊。不是皇兄，是太平，不是江勇，也无到底什么人有那个资格这叫专有乱教的。请问乱教来主人是何人？回大人，龙哥的中正是西飞娘娘哦。西飞娘娘心智专有乱教，然后呢就笑娘娘下乱教。是，客座娘娘，俺官请你落乱教，原来如此，怎比落乱呐？是。中的圣旨，计甲娘娘破例啊，敢听命令啊，小娘娘。